跳球，希克森先跳到，同曦队来做今天比赛的第一攻。到的一个麻烦啊，这两次进攻希克森都是打到了韩德君在防守当中的软肋。希克森也是这个示意一下自己没注意啊，完全没看着人。哈斯那儿着急说，我面对一大个球没给到他这儿啊，打到左侧韩德君这里打成了，毕竟这个力量啊还是有优势的，体重大坐得住啊。好球，刘子川一个看郭艾伦的眼神，把所有的防守者都骗走了。又是同样的套路，两队最喜欢的一个阵地进攻的跑位，国内球员那种自信啊。郭艾伦来了，漂亮，韩军的跟进，就是我们讲郭艾伦上场之后对于篮筐的这种执行，对，有机会来追平比分。郭艾伦再杀篮下分球，好球，平了，两次都郭艾伦突破带来的得分效果。的暴扣，二单对抗已经这个拼了好长时间的韩德君，突进了也漂亮。韩德君还是更快一些啊，对，因为马尔丹肯定跳不起来。挺让人觉得佩服的，就是用这种。是谋略感啊，就是从大范围大。巴斯去到自己最喜欢的位置，投篮没中，郭艾伦拿一篮板。赵继伟啊，赵继伟，漂亮，赵继伟人缝里塞给了韩德君。哇，这球传的真是见功力啊！四个人围他，还是能把球打进。韩德君先得分啊，表现非常强硬。好球，打手了，八人犯规啊。罚中换人，双方都挑。篮下是大错位，大错位，犯规了，犯规了啊。提前犯规，就犯个结实的，不给对手二加一的机会，赶紧过来抱歉。一罚命中，领先三分，阵容站得非常散。宋建华没教帕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三分没有投出去，这样比赛结束，117-114。经过一个加时赛，两队在主场守下了这一场胜利。